大家好，我是山东日照的卢凯，一名坐在轮椅上的伤残军人。到了吃螃蟹的季节了，靠海边的我们开始吃螃蟹了。第一遍先用水给煮一下，然后把水给倒掉，因为第一遍的水是不干净的。很多人做螃蟹都是在清水里面洗一下，然后放在锅里去蒸，而我都是用水煮的方法去做的。现在盛一些凉水倒在锅里，再把螃蟹重新放在锅中，这是第二遍的水，现在可以放盐了。盖上锅盖，熟了以后就可以吃了，就这么的简单。夏天的厨房很热，都流汗了，坐在轮椅上都收拾好了，得擦一擦汗，这马上也就开饭了。农村的饭菜，农村的吃法，记录着我的生活。生活面前，我们要努力过好每一天。关注我，记录平凡的生活。